金庸，这里就有三九对打几两个星星，中国推谁立不结下路，不会谁能兵不马稳，呀我们就会说在压力不力一再结果即可以不得讲金兵来一队雄兵，杀气腾腾。别人家只有万里不赢呀，谁让吹水路飞将过来了？你到底是什么呀？山水画的雄才，你变成东吹西刮，不敬的大兄，我为谁那心属马魂？你到底什么人啊？安多假庙，我不敬兄弟的你，你来最后的我山海龙吟，在山海龙吟，别人掏钱我表演表演，谁是个新魂？你那不山海龙吟，当酒家穷家庙庙还难。山海龙吟没了解我是虎的心魂，虎的心性，但是在你路高在九转地下来清洗了阳罗天柱，逐年了解我是虎的心性，我的心魂啊。Thank you.
叫万里无行家的兵役由我的失败路以
厉害山海如意，只有不高今天的我带我也敢无失败在了你球场，我在你所习得的金光化无影无影化莲回给你的让东西，其实我敢无天然敢来敢来用别人的身上谁过一家独立，你将你所习得的这个干活熬给别人行动敢行动，犹如缠着球苦了用别人的身上行动，你是用别人的身上心病，你看不会有别人是要谁我也谁我三海龙也是使用该尊敬的心的，既然你我来养你破空这些别的情绪的，你说你的使用只用在我也干活这些我不这个下个数码混叫我干活，但是你别人是我下个那是我下个家别的黑队所在地的安心人中心，你到底是什么人，俺们都来吃了我不这个下个和危险的是数码我的兵役在确认你的社会点根，在外面的掏钱的表现你是人的感情问题，也那不及啊三海龙也能给我自己比赞东京料理的无奈的三海龙也能开始不厉害，既然我心烦看不见你外面好多时间滚入挖空里，我来期待加贵了不会显得生疏吧，我的定义就是来使用贵了三不定义高台，使用不高今天怪苦脸了一晚摆在了你球头不苦脸相当的三不定义，这些点杆人三不定义来使用贵的话家人这种人我要化满不给干管，我以为已经死了，我以为已经失败了，谁又不搞十五点之人干活如脆厉害如脆死，那你管拜托你是不是也当来冤枉干净十五点也是点谁，十五点也是我的到底是什么人，你是不是我不这个下个我会死了是有什么目的，三海龙爷，既然我来失败在了你的球头，但是夸你一记行动就是主笔干净度，只有了你主笔惹了最感动，我敢把他兄弟干的那是什么的心情，你死了谁也不死，身无家丁也无家母，既然你的信念滚入我苦命之言不苦你来代替我杀不定住在你，你前面的老乡的外星人是高级论我们该言杀不定养他三的高三海容易，你老是为了对大料理下个胡慧先生数骂文家下一路纠团的地下来请谁养罗天路，逐年了解胡慧先生数骂文的材料胡红杀不定，今天点开了白带的万物要化满攻击啊，只有不高利求短这里战款，既然你
斩黑龙吟，别当了有你生存了。
有惊人的梁傲剑，可比厉害非常。梁傲剑带势汹汹，杀气腾腾，山海龙吟，金光化乌云，乌云化莲花，莲花化成一人，拉倒亚路。
别人把这个锁在一起的古文，不然我那种在古文来都用不了这种地下阴气恢复的闭关，我就三百龙也能搞在别人头前古文所在。什么人到底是什么人，我会被人帮多了多几个黑的我会写的生死吗？我的英文把那一龙年黑用灯打你告在别人头前古龙的所在跨进了四两岁三海龙爷，你刚才一定会孤独的地界上十秒。又不够古墓的内容，就是你古墓苏龙半天命。山海龙年久违，我的半天是又不够我古墓苏龙半天命，东吹西不息。如今你来问我同在的古墓内容的答案，经过了1600多年光阴。风吹起，我为你们连生今朝都反转灵鬼干活，反转灵鬼干活，那边连生公家，就爱你三海龙吟，这部给你了难度变干活，再帮助我叫苦林火林个反转完鬼听不。无论阿我安了多大的要求，无论我安了多大的拜托，你完了准备当来帮助我。不但你别当帮助我，你要换了多种用为来打口水，用为来打生。住在你外边的住进了道路里，经过这些五八，你来挂苦是没错的。你原来想到这种艰难的搬砖完工。当被我写了六十多年的生死叫做阴气的地格气，既然你未来修读了你的生命，为在东吹西修你五种极限的不完修满腔国风苏龙半天天，东吹西外不来用归的外给你了那独眼干枯帮助你的生死你满转完工，最重要一流一话一流的都要变成水的出来变爱水了，所以我就不能用回的话一流的都要干物来帮助你，以前哪里见过的话用回他的口水，你也更加见了点到你的心情，你也更加见了点到你的意志，在苦里的脸上感到你办了顿完不的成功，以后你大概好好听了说的你把那转完工这个岗位存在，所以三海龙吟就是不能帮助你便回去大家的不用你了。三海龙吟哪里叫你的工会还
你东吹西来敲碎我，你东吹西来侮辱我，哪里我爱在你水肚下，哈哈哈哈哈哈！既然你来到在的我的故宫内地，我就亲自来向你三海龙吟水肚下了。龙吟儿来修理该水个两盖，既然如此，山海龙吟儿求下就不留情了。来的回魂，三回龙吟，我你看那改我所练的神马的转换的功，单回挂这个阴气对那谁，都得用手刀的碎灭了啊！三回龙吟，把那转换的功。我把球对我心的经验你们去背个水啊，国王苏荣满天音可是来的回环，所以呢谁会接来把那断管的不搬回球丢你们去背个水，可是来日回还，好，我哩个那改三海龙吟，你们讲话不行不行，化年会年会化成一人人都要不行不行，万年灰年灰，一年的烂毒药来了家都好，我的男人该冤鬼多离，可是被串联了连不起地下室，当回的外把人转完工破的一年烂毒药啊。
白玉龙，你是那怪你们去得高兴就得怕黑，你们去得高兴手里破掉，敢秀你哟！天我有天，人我有人呐，如今们得高兴地破。了解山海龙年了，这些人一点那都也敢为厉害，哈哈哈哈哈哈！山海龙年了，全凭一时懵懂之事。所以呢，既然你这些人那都也来破坏的话，也没可以抵抗谁。但是你已经丢外地去，我也没可以抵抗谁。所以都暗中之中，我都收拾不。这个地界的锁匙不能变成地界的破掉，地界的锁匙会锁毁，所以在你转身会猛跟看这里告他的转身会内中，天出水的山海龙人来中会的外也没去地界是来中暗中地界锁匙不你鬼仙姑已经掉到了哎呀下面哇我三海龙吟，我也能雕炼这个苏西魂，这个的苏西魂，我一身骨都气已经不活了，哈哈哈哈哈哈！你那孤单的这个家，东丢西丢的三海龙吟的生命啊！山海龙人爱不归原主，你的物件东街人爱谢你啦！哦，山海龙人，你这人真有厉害，两代贵姓，地方也无什么两代关系，只是你来收了什么的利用。所以今天的山海龙人，我你留下着你性命和你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希望你自己来去山林退婚，不再干涉英雄了。如果你未当抵正品，未当回头搞反悔，然后如果那再强调山海龙吟，告诉他们山海龙吟的话就不动静了，心里漂亮。可是有正气，有人就敢独立。既然我来摆在你的桥头，不但无来相待我，反而倒来同情我。山海龙吟啊，你可是再正气太独立了。那被告公今日吼，你来是摆在我桥头，我已经自大就在你过去了。啊，山海龙吟啊，可是比我厉害，我独立有人主。自己来去，我敢我的气势啊！不一定，红色的话这里万年古龙，在这无什么干涉掉。无厘
明啊，今年啊，头前嘅苏大出现了两座阴阳嘅剑锋，奇怪，老一两个在阴阳剑锋刚出现，就叫苏大，阳外用剑跨进了下身。把我的心脉逼进了出连了呀，出连了那么多阴阳的波多，你到底是什么人？多地流，几人一流，多地流，几人一流啊！出来了，你那个香多流多魂，话多一流，人一流，已经再出不干我了。一代家母，一代家母，你那个多的话多一流，人一流，香多流多魂，来是有多的死了。哈哈哈哈
代剑无去甘愿，互你安怎家己伫我脚底拼？受派人无得剑出力，也免无你个死了。无你死人个垂死路啊！我你阿那开条去带剑，我去不得剑花。想要来当回这地大天，甲你上单啊！金光吃破，甘上衣服，倒得去，倒得回见西北的开山祖，万年无形者，来向回万年无形者的甘宁，叫伊用回这个北西北，全派来解散。爹那母家那抢到这边的大鸡甲无条件大鸡甲。用回到西北的东走去，天啊，大雁来呼救啦！一到这里北西北哈，天啊，西门隆隆的破掉，啊，你了解着我一代也无厉害，无来历，一代也无，他真有厉害了，我失败了，可以，我干嘛回到你交代了西北天啊，西门用回开山最干命啦，啊，你可以。大鸡甲如离开，想不到今仔日夜莺魔力，今仔日我夜莺魔力失败了，来了。今仔个夜莺魔力你来失败，今仔日想不到天父来得回魂，但是不幸归如来，你竟然定我来失败吗？目睭不要紧，看一个小水路。现在个夜莺魔力风采力几十倍，无唔到风采，我来当回了一代骄傲的象征。最最要我无时的感悟，就是未得了解一代骄傲到底是何等的神啊，谁个何等的神魂？所以我才来失败。但是在我失败点，跟我暗中回了一部非常惊人的感悟。这部功夫叫做跳筋拔骨三杯绝命快功夫，便是中回我一部暗段惊超过三十步，马上飞旋混金骨交破，变出了变形。这就是我惊人的跳筋拔骨，惊人的三杯功夫啦！你准备随后革命日期，上虽然一代节目。在中回我这个讲法，一生谁爱是会破掉。我用这件事情，为着你交代了这个北西北，天神门，大如天神用素来，为给那开山路万年无尽给被通敌了，欠了。
娘母你可是厉害非常。阿弥陀，谁活了爷娘母你交代啊，别人都睡在了后边面，睡在后边面的所在，用钱跨进了箱子。交代这个所在，来感到无啥想的。来交代这个所在，一代节目，来感觉鬼神和大不相同。嗨啦，我命不了。来利用我的爷爷魔力，这波战火的干完，接来挑战八关，杀败绝命关。嗨啦，我一生的神就没破了。我一死就死就被破开了。下辈呀，我厉害呀，因魔力就是水金币，我几个就是超贵带，水不高来中贵丢的这种家人的条件不滚。杀鬼抓命丸，我几个一代节目选手一声比例砍吞，天呼，这都是聪明的一时波动之时命丸的。我乃你铁路谁了谁就是一代剑盟的心笔，哪里我问你，你一代剑盟来东回了给别人谁要隆重多几句的追击广播这个茶帮来用，到底给别人谁要死谁还在死，别人出谁给别到底往哪里进去，来别人都不行归路，来别人掏钱探别和表，那么几下铁路你生命难道都不行归路，来收走你生命，那你就救小你这个心魂，不告你了解玉璧灵是爱死死苦寂的啊。来的回还，其他就是不行我归如来啊！我一讲南无的话，现在干我屋里干的干净的，你们在天花有天人，人花有人啊！每当了解大几个厉害厉害，干什么天狗？我什么地公真的是被我欺负了？行这家比灵师，来世英雄杀气腾腾，别人都不行归如来，用钱有你这家比灵师的你跑的如来。
请归如来也。当场来受了大吉，甲天后施得了庇护，前来跟地公争取永历相判。虽然当初你的命，我才了解大吉甲的厉害。既然大吉甲的神了，谁来保护？阿拉哩，大吉甲更该小心提防甲注意，不一定万来搞的神来甲你对待我天会注目。因为我跟他一旦了解过玉璧到底当归的我什么关系，玉璧两下生死又是几乎了啊，所以大吉甲爱特别小心甲注意啊。现在这么隆重替我啊，三海龙人的母亲人家我的干部官人，所以都巧意这么三件必须的故意啦啊，隆重无人陪无人家我的干部啊。嗨嗨嗨，你说你什么名字啊？你那头前说台传了就叫水壶嘞，这叫水壶奇怪看不了啊。相救你无？三海龙人啊，不可能啊！相救你，既然伊到台办来搞公开大宴，我的手根本讲话伊转换了台办来搞公开大宴的咋地？我就金木工的回转魂，听你讲的意思，你们说当我从未看落下，你啊，但你当我用的我来无啥感觉，哇啊啊！水佬，今日只无啥小感，头壳顶一道小小转金路啦，脚尾竖台一道亮亮的翘起来，我命没啦！山海龙人啊，我命无呀，紧来救我呀！俺上今天啊，等我全员跟我家乡跪了，今都进不过来，叫你先问好一溜，谁还没人救我？山海龙吟，山海龙吟第二老哎，阿达来呀，山海龙吟来进来呀！
你赶紧来，那无我就倒去找阮公啊，吃咸鸡骨咸虎皮啊啦！啊，有一个十手金光回转魂，这个回转牛啊，这个唔正牛啊，后生牛啊，大伯冲你哈，赶紧的，赶紧到这个万能高公开台的所在，也是那病好事有代志，我让你做袂得。可以，十手金光回转牛，三点你暂时倒得去。范海龙人告在了万能高公开台所在，陪你出来，陪你退回民宿。阿弟好，尽量咱拼一下。范海龙人用过一块金光七地法，告在了万能高公开台金光七地法了。你这边全时间来到台这个所在，万高公开台所在，夺手金光回转舞。司马炎立孤人无信用，来到台办高公开台所在，夺手金光回转舞。来由你到台办高公开台目的乡，你收到你三海龙人的性命了啦！三海龙人啊，来得回还啊，赶了该着我惊那个金牙武士路啊！
山海龙人啊，中国的我金影无心如到在万丈的青天，对了，万丈对青天，管你山海龙人的头壳对我。果然人厉害，岗位经验又是非常老练。今日我来一个高手点间用过一种万里传音的方法，叫你来打败卢沟在青天，原来你有缘一旦了解，不错，转手进攻回转步。一路来遇见了三海龙人，在了万里沟公开在所在。而且呢，来到我相谈，反而得当叫我大败卢沟在前期不敌什么因果，反而龙人请你原谅。当初是我是玉璧灵仙的朋友，为了要来帮助玉璧灵仙来平定了这个天海奇局，所以当初是我的用尽了千方百计，赶紧交代了西方的主题。我的想就是要来对打了西北东开山路，万年无形的秘密甲神魂呢。严格教言，就是一环杀不出了万年无形的神体。不过最近我来参加了西北一种的多金的鬼的开会，了解讲现在初时十八代开山路准备要来下了总统员。来不及了，死了就转来。一路出事，把你母亲接来，跌拍了一雷，我都也挥毫杀忠心。突然不出来，不见了，死了就转来。也挥毫杀忠心，突然的干物厉害一点，个挥毫一变体，直接变了体，挥毫非常厉害。所以今天我了解讲，西方有所行动，我接来磨练我生命环境。来兄弟通知，希望你山海龙人爱通知，虽然就众人特别小心的留心。我来指出，也会有杀忠心，代替了西北开山路无形夹壁的进还神州。是，啊，那你理解过了西北的一个行动，还是要小心注意，这个代替山海龙人的小心失乱。我了解，听下了。听了，得手金光回转无敌的感应。嗨，原来这位先人就无相当的准备不用紧，万不能拿来修了，也会有杀忠心，无形中、无意中来发动了西北，来侵犯了神州，安尼对西神人就非常不利了。这个代志更加小心注意，快啊！突然看见了头前有一种的轰隆狂鸣。
下英武力来阻止了我回转国去路，左手金贵回转路，另一个英雄也英武力在了一笔所在看了非常的详细。昨日啊，你回了西北的东走去了后，我就分明明感受了你的一个英雄。因为你所作所为自打引起了开山作对的嫌疑，所以在结果原来你是西北的干爹，在用过了情报通知山海龙吟要提防西北的进攻。既然你就是西北的干爹，且听用原因无力，你的性命不去了。厉害非常，敢若该着我左手金光回转舞，金舞火太路啊！
与我的牙以四有四音披红四白牙回我十用是你出头小妹回转骨毁了正义来牺牲了一条宝贵生命牙鹰魔力牙鹰魔力来凶杀了毁转骨欢迎你为材料作手金光回转舞来做完成也因无力要还生你的希望你来要是要收到了你的生命对照你的身份了解你的身份的公会就比你们下火的关系经起几回合，就了解山海龙吟的身手非凡的功夫为什么惊人啦？也因无力生下手为强，慢下手强也受大用，赶快的为也因皮。一种人是有什么愿望也应许你唔该由你强大嘅功夫来动我，何时暗掉化成一道金光，而不见火焰在外边偷情救人啊！我了解我的推心，推心啊，写在我旧去。
那不如吃照地图来交代琉球的半边山有几啊栋烧炊啦，幸好大都丢，什么人在我面头前带走南海龙吟，而且拍牌先叫我交代什么琉球的半边山有几啊栋照地图吹你呀、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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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这个琉球的半边山乌龟啊，同学，咱这地的代志，我那达达拢都无代志了。哎，那有迄种声音？那无代无志，我这个乌龟啊，同那有迄种小弟唱歌来。哎呦，牛鬼！你娘的，我鬼半年，你们谁个出一个鬼？嘿嘿嘿嘿嘿嘿！来呀，讲我阿弟呀吼，你这个乌龟啊，从来对这里无聊，我看这里闹起闹。哈！哎呀，米呀呀呀呀，真闹起来呀！不是的，嘿嘿嘿嘿，阿哪里哦？伊说：“娘娘娘，伊若对这来，我睇啊，转安尼转到好起啦！啊，一转好起来了，我等下转转入来，对乌鸟相公且好去收入大公，伊现好死了。这个小姐生得一点水，哦，水家安尼又咪咪求弟弟，我看见啦，安尼口疼起来，他全部拢都无法调啊！嘿嘿嘿嘿，这啦，安尼我来教你，他全部有你别个姐姐的，我好想教你，你别个舅舅啊！嘿嘿嘿嘿嘿嘿，我你要做你什么啦？这个琉球妹半边山乌龟啊，同就是你葫芦头的阿婆要抱着钓，当然啦，就咱十八年内嘛好爽呆。那你我看看呢，伊这个不灵多香，论了气魄，论了多灵，都是你阿婆来当量上介好。既然这么人生出名，既然这位老先生讲都是对了，当然了，就咱十八年内嘛好了。呀，那你没生命，把我放出来！三位，把我放出来！太水啦！这种你那拢拍不到哈！呀呀，干那一阵呢，走过来抓了，嘿那个放了一跳一溜。你的公司呢？你不是讲叫我放起来？呀，叫我放起出来呢？乱来！我是来叫你放出山海龙吟。山海龙吟，那小怪相，他就是小李相，就赶紧放出来！靠背，你没看到鬼哈？我睇啊，在外面就这个乌龟啊，放只过来惊人知啊！我老可怜相，有山海龙吟，无来不可能啦、啊！无，真个假无，我咪骗你！夜烟魔力来到位，咪再和你讲无钱，又会安怎讲？哎，讲有啦，讲有啦！
野马姑把我打出来，咖啡都无你，也无你来讲有，也有是你跟我讲的，我唔只讲有。那你我跟你试试，你敢袂？那不行，你别等是你烟头国讲叫我死，我就死。男人如体，亲人家都连好，气平好，那在我也烟无你面啊头前讲这个话，当然咯、哦，就我只决定未嘛好呢。别收起去啦！阿弟要收起去啦，这个卡被卡来，不然我把你卡被落地，随便十八只乌钢钓被起身来八卦，我八卦一点，你敢下无贵两两来你可转离破？严严厉，可恶最见了！龙头有力，雄胆。中会也因无力绝句先死了，当我连想这头脑摆临时要想煞想无了啊！安尼好，你讲我丢脸绝句先死了，你讲绝句我永远想着，想着什么感觉？想着我听一部到总共都二十一支，稍后到总共二十一支我来听无，你听无？今日来听无，我解释予你听啊！阿弟啊，吼，这个功夫训练啊，训练到底好啊！拍出去两支手，十支箭头啊，一十支箭头拍出十道气功，两支开卡箭头或者功力到底擦出去，又玩十道气功，两支卡十支，两支手十支。总共嘛，只二十几尔，你拄只来讲你二十一支，看我阿弟啊，中这支步枪加煞神话，总共二十一支。哎呀，好厉害，男人如此来得规划。我你看那街头啊，牙烟冒烈，牙烟退路。我过去来夜莺魔力可是有啥嘛？啊，只要总共二十一支拉袂赢的啊！哦，那五年你刚变了成一只奶牛啊！一只奶牛一日大只，第二来卡死你个呀！第二年我过一只奶牛啊！奶牛也是厉害，拼袂赢，啊好，也甲拼袂赢，恁爸我俩金光佛祖啊，我俩阿祖啊，互你处理，我俩金光佛祖处理甲你拼，哎，头壳来，我俩金光佛祖，阿祖祖祖出来啦！
乐享受性，可怜跨你起来看啊，果然金哥我做出来了，俺都要出来表演了。要修理还不认真的痛见了都被他痛的弟弟啊，要修哪里啊，在哪里啦，也真难以为那么大杀回来太太的吼，还会进步你的当地呢啊，你要在当地赢了假布吼，这样你的假布和熊盖好事还真难啊，就你捏了我鬼你我和熊容易修理你要被太艰难以为这个眼睛太多了哦，我一只多台一支，一支多一支多，真久不用啦，要受厉害。我都天啊，这多心比气三千多，这支多我好用的，真久不用啦。今仔日太阳来以后，我看一下这支多台的出来，你别你那要这支，天啊，这支多心比气三千。多少的物件啊？你嘛看这开啥去嘞？哦，这个太多这比古啊都较好用，看是咩用东也是用古的啊！这个有得天啊，地都心比气啥去？你念了我古人来，我你该死啦！你别在这读起来，银行都停不啦！你该死了，你别阿爹是怎么白心的啊，也也阿爹进步了，天哪，第一步心比气大气有力啊。太多工人的娘，哦，各位阿姨，快点来，要不拖了了，浪了了啊，该睡了哩。哎呦喂呀！你阿姐贵，阿伯阿姨，你这奶油啊，啊，奶油啊，哦，我看不会，不撒布啊，嘿啦，干的靠布啊。搞怪你干干的，你在公鸡边上就会弄仙干，阿爹厉害哟！天下地都心比气杀气，和你了解这个气杀气，都和你都能知啊！安生用这个天下地都心比气杀气。都给你买回安尼都两滴啊，安尼还要来进步。有天暗地金光求去是什么人？伫这边阿天的面头前救人啊？什么人啊？恁娘的，我过一只奶油无看就缩鼻只也无，奶油无看鼻只也无，你要来看麦？
见大家挥毫杀掉这个相救啊，江水天下让我土地的土为兵，手里让你土地生命，我怎样都杨一郎在外面的头顶用了牙鹰魔力救济，是杨一郎今年的花鬼啊，你就是要走去啊，今天啊你走去啊，体验满面的转了倒回面的走老鬼，让你欠钱就能来让你睡呀，慢去啊。为了夜莺无力怕死，怕死夜莺无力厉害无奈，别在那怕死呀，是的，我们在怕死的啊。别在那怕死，把你不得听，无奈你的恭维话题啊弄得我的天，别在怕死，你别在丢死小妹，我把你比作永辉家，永无力怕死，你不能怕死。不然我不用怕，你不用定当定死你啊！啊，你不是赶快，赶快不赶西湖了？哎、啊，我的下面让你打定被阿片别人掏钱唱秋。呀，挥霍杀忠心，呀，挥霍杀忠心，混土。想杀掉你啊，你无力阿弟呀，你这边不行了，阿弟，你别命，别别我来，你别去急啊，天哪，地都，心地气杀起我来了。天哪，第一都心地气上去，可以，反而改掉我也会有杀掉十个，五十个也不了啊！一只也不了，哦，一只也不过比谁只。但是台湾人较无人咧吃，也不拿外国拢有，因为咱台湾咧也不想山东都无吧，哈。哦，一只也不看起来大个正肥呢哈。恁娘咧外国恁爸自己天啊地都心比气大气，但你执着咧，真说到你顶爆啦。
了跟动了，今天算两家必须一家。啊，好啊，别到地多水地气杀气，我的地壳姐姐来，应该还会被爆啦。用心来的回还，山海龙年的水滴。
点点的我给不过话不行不行万年回年回一年三度呀对我丢你呀回我三丢心年回话不行不行万年回一年三度呀了
西登到山海龙岩啊，惊那个雷动金花鬼甲怪。这座妖异湾啊，这些咩人做这一条的也会有杀雕像，惊人无心也不会干枯，来侵犯了神州。我是给他为着咩来做这条的，将会干枯西登山海龙岩啊，雷动金花鬼甲怪。外孙辈已经将近老十步，下面两头车在弯弯地来，这怀天海路红盘，你敢在弯弯地来哟？你是我的家后盖世美人白娇骨的大姐，当家人我一番爱求你一只阿姐路，山海龙吟，你的苦情实在对我如红棒，一番非常的动情。当初是我来对你误会，我为你对待了家庭不积极。接来提出一位小妹白娇姑，来受人传得了一点水出去个人心事。言不最近，我来看你山海龙一个经济运动，我了解讲你是一个有职业的红仔。不愧是为小妹而来受人传得一点，来付出了一个。龙宫是你母亲的兄弟，我为人生死马魂一处的东西，一切我也全部已能了解。不过我才讲今天，你来是得雷动金花鬼干官，这部江湖官不如你的仙家，我叫金光万花筒的江湖。为什么原因啊？你有金光万花筒的江湖呢？好。请你原谅了，我这部江湖就是当初是为了要来满堪着我秘密甲心事，我来向过这位金光万花筒头位江湖。今仔日，也会我杀忠心，便是一个惊话。伊了解我内中金花宫，但归了金光万花筒有重关系，所以今仔日杀忠心离开这强家，一路等到金光万花筒的出头。果然地处那里山海龙吟，你放心啦，金光万花筒的代志由家家替你来处理，你一心一意来对答这位小妹盖世美人白娇君吧，请了。我替怀疑天海路无方，一旦了解这个山海龙人的剧情，一旦来动情我，化消当初对我误会，你来帮助我来回解了金光万花筒，那里我就可以安心了，专心一意来对答了我可怜的娇，盖世美人的地娇，我来去用个黑路啊。
山海龙吟，安老大你老，你用惊来雷中金花过一江关。雷中金花讲天啊，讲你讲啊，我金光万花筒照你啊，安老大你老，准备会见金光万花筒啊，来请示观音干女王。你若不急么讲万花筒，一切大事我全部了解啊！请过了先来讲呀，我有十中心的放心呢。你若多一点下山的兄弟，山海龙吟，对打东吹西，安转头我的我金弓，不加那个雷中金花贵干物哎！可以，一切由你处理。龙吟一路留我雷中金花贵，但我边都金光万花筒吹了。金光万花筒随即牵那条柳头桥弯弯起来，是外天海龙王胖不回你是不是干什么意思啊？念在着我，如王方的民主，唔通想要下山呐、啊！如果人不听着我忠告，今仔如王方处处离开了龙头车，可能会对你下手咯！如王方啊，有这个名都参照正派，严古人咧讲，查某较吃棒油酸的上饼。别那多，把你抓起来，开宰开宰啦！想得我不红胖，贪求火炒胖，定丢干官，这都是中国的命运，你最好啊！安桥。卢永胖，小威天啊！卢永胖离开了龙头家，那你注定历史永远占领不？什么人？天有路，地有路，万里不见路，也莫杀不定。
上不顶，别来小赌了你死了。金虎上不顶，你是虎，你是金的水虎，你是金虎。给那里，我别来探出你心事，心事东吹西，来海水的外水外，来怕出了一人一别英雄。红会先生苏马虎呐，你了解苏马虎的人，龙都爱睡了。